是他最碎的玉米笋。嗯。可以直接吃。对啊，你就直接吃。他最碎的玉米很甜。哇，很甜啊，很甜。已经习惯就是说分享啦，澳门有什么样的农产品就会拨一部分出来给小朋友吃，然后再教他们说这个是有机的，然后怎么生产有机的过程，是希望小朋友说能珍惜食物这样子。食品安全在学校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教育工作，因为我们学校有午餐，那午餐教育很重要的一环就是食品安全，那也透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小朋友知道，从小就培养说食品安全要注重什么，除了注重有机注重无毒之外，但也希望小朋友在从小就学习最正确的饮食习惯。